周定伟的三连果然没白露，不负众人期望，夺下最佳 pose 奖。No， 回忆当初我们的好与坏，才发现其实快乐大于悲哀。从过去一路走来，我却学不会看开，去面对这场等来不易的爱。 Oh no， 我们都曾等待下一张牌，让落败的爱能扳得回来，却只组合成伤害。失望被失望破坏，眼看从一里收收不回来，谁能把悲伤重新洗白？谁能说这不是种安排？长久以来，我爱情是种意外，让我输了你，曾为我存的爱 so beautiful。 我们都曾等待下一张牌，让落败的爱能扳得回来，这只组合成伤害，失望被失望破坏，眼看从一里收收不回来。谁能把悲伤重新洗牌？谁能说这不是种安排？ Yeah, yeah, yeah， 长久以来，我爱情是种意外，让我输了你，曾为我疼的阿妈贝拉，我怎么能释怀？最后的未来，最后一手牌紧握着悲哀。 yeah, yeah, yeah， 谁能把悲伤重新洗牌？ No, no, no， 谁能说这不是种安排？ yeah, yeah， 长久以来，我爱情是种意外，让我输So beautiful。 揭晓的最佳眼泪奖，谁最具冠军相呢？记者要颁发压轴的最佳眼泪奖，入围的有幼稚园哭法式的林宥嘉，今天是值得的。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宥嘉，就像个小朋友般，叫人心疼也觉得可爱啊。哭不是哭法的杨宗纬，歌摆满了我的爱人在一起。其实我很高兴被淘汰，
不然他们都把我。宝大的是很大的肚子，我不喜欢在镜头前面哭。镜头前强忍泪水的杨宗纬，哭起来其实像喷泉般的吓人。琼瑶是哭法的潘玉文，这辈子可以认识你们就够了。我女儿是他，还好。哎，如果儿子这样的话，你可是不许。豆大般的泪珠就从潘王子的脸颊上落下。琼瑶姐不找你去拍戏，真是可惜喽。最后这位特别的入围者，是看这群小朋友们悲喜与共的 Roger 老师。换你了 ，Roger。从你第一天来比赛，我记得我就跟你讲过，安博正把头抬起来，把头抬起来。我到现在还是要跟你讲同样的这句话，把头抬起来。Roger， 谢谢 Roger 老师。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我自己帅的人。泪水崩溃的他们，谁会拿走最佳眼泪奖？丹丹啊，哭法是一种评选的方式，到底你们三个认为谁最爱哭？杨宗纬。什么？我私底下其实不爱哭的，真的。而且你那不是有抢拍，他刚尾字还没有发出来，杨宗不是。来，幼稚园这位弟弟。忍不住是不是？哦，我也要说最爱哭的是谁？谁？他、啊？你觉得是杨宗纬、嗯？可是你的哭法怎么？对啊，林宥嘉其实真的，如果真的就、哦、其实潘玮柏也是很会哭啦。啊、碰到一个点，他就在那边哭。有吗？好好好，三个呢就都有入围，马上请 Roger 老师来宣布，好不好？最佳眼泪奖得奖的是谁呢？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最佳眼泪奖得奖的是潘王子潘玉文。潘玉文可以得到手机。Roger 老师，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他得奖？你觉得从刚刚、那个、就是哭的最有气质吧，而且还蛮美的感觉，对、啊、蛮帅的，对、啊对啊、就是哭也要哭出一个样子。对对对，不过在今天这毕业典礼，我想三位爱哭包都往前一步哦。毕业典礼就算你们三位代表致辞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说？ 我一直觉得站在这舞台上很可贵，这、就是一个很可贵的机会跟经验这样子。然后不管阿妹老师怎么谈，我今天也是不会哭的。可你声音开始在变化了。没有啦，因为我没有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，那其实心里会蛮遗憾的。那算是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的毕业典礼，那我很高兴认识这么多的人这样子。嗯哼，又要 goodbye 了。